老四啊，这几栋楼的瓦工活我就都包给你了，啊，跟着我好好干，早晚也能混上汽车洋房的。哎，这是你们大包老板的事儿，我头一回当工头。行了，能带人包工就是老板，工地吊块砖让咱俩老板。大家给我听好了啊，以后四叔就是咱老板了，谁要是不要咱老板，我掰了他们一样。对，好好，都住手。 先说规矩啊，第一条，开发公司的胡总那才是大老板，人家从当工头起家，看看这阵势，胡总来工地，大伙得恭敬着，谁要是不恭敬，谁卷铺盖卷给我滚！好，这二一条，来了就是干活，咱乡下人生来就是干活的命，干活干活，不下死地干没法活。老板，那没得说。三一条，在外受了欺负抵赖。 不仅不留人别叫板，没钱没文化，咱都不受委屈。是啊，老四说的对，规矩就这三条，都长点记性。是啊，行了，发发红包，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。来，老板，谢谢啊。大伙给我把行李发了，准备干活。 先把一万块钱红包给你兄弟们分了，一人一百。罗老板这人真不错，上来就给发钱。不错，什么呀？这是工地的规矩。这1000块钱拿去给兄弟改善伙食。老板，别人的扣下底儿，你这一分不扣就倒大一千，那不行。哎呀，拿着，拿着。没有你们拿有我呀，只要兄弟们高兴，将来多出活少出事。 弟兄们肯定不会让我亏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是是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谢老板有人找。杨老板吗？是杨老板吗？啥事儿啊？啊，我叫白天明，这是我弟，白天亮，我们什么活都能干，工钱嘛，差不多就行。哎呀，两位兄弟啊，我这儿活少庙小，怕养不了你们。我们干过瓦工、钢筋工，什么活都干过。 对对对，出门靠朋友嘛。正确人手呢？带身份证了吗？带了。你看，二位另寻高就吧。啊，老板，你就收下我们吧。我们已经2天没填饱肚子了。老板。 谁干不是干？就让他们带他们到食堂去吧，肚皮都是肉长的，也不能饿着肚子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小房，嗯，哦，走这边。哎，王大二大，王大二大，你打过扑克没有？王大二大，王大二没王大，那你差什么话呀？你二啊？ 我跟别人说事儿的时候不许插嘴。我看那俩人都低眉顺眼的，别看那俩低眉顺眼的，那心里指不定有多妖呢。尤其是挂单的散工，更得防着点。你给我记住，照我说了算。哎，哎，你怕就行了，都老板了，还跟咱一块干呢。 你心里想啥，我都知道。别看你们一口一个老板的叫着，心里不服。哎，稍微招待不周，关键时候不是给你磨洋工，就是使绊子。再说一个工人吃多少活，我还吃不死。也是，你家在里面干，谁还好意思握工啊？两位兄弟，明天我可就不敢麻烦你们了。丁潘高值吧？嗯。老板，高压电不稳，水泥搅拌机又停了。啊？这都开工了，咋还弄有临时电呢？
工地旁边那家人啊，死活不让大仙从他地头过。我也急着呢，给他钱，给多少钱也不让过。为啥？为啥？肯定是胡总的对头使绊子了呗。这点小事胡总还摆不平啊？我也纳闷呢。哎，来了好像。慢点车啊！你想办法啊！明天必须要摆平。胡总，这事您跟领导一说，不就解决了？领导们这些大事都忙不过来，你小事找领导。你让我这脸往哪搁呀？啊，胡总，那您的意思，我自己办啊？废什么话呀？出了事有我。行了，这事你办吧，处置有我呢。啊！还是胡总好使啊！那家人昨天都叫人打医院了，能不好使吗？袁老板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老四，这两头牛还真卖命，你看走眼了。干嘛呢，老四？干什么屁活？活咋了？不平啊，达不了标。哎，那什么，我去看看。今天这不行，明天那返工。老板，这俩兔崽子找事可不是头一回了。是是，这也太气人了，这个。我也觉得有问题。老板，这是我媳妇儿小青。啊，媳妇儿，这不是刚订婚，啥时候结的婚啊？哎，那不一样吗？哎，小青叫老板。老板。啊，别说这姑娘一点也看不出是农村的啊。老板，四叔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哎呀，有话就说，还文明起来了。能不能让小青在咱工地上烧饭？过两年我和她一块儿回家结婚。工地是啥好地方啊？小青那宾馆的老板没安好心，总想欺负她，之后她一气之下就来找我了。反正。我把话都跟你说明了，工地可都是男人窝，要有个三长两短。可别白给叔提前没给你打过招呼。你放心吧，四叔，小青是我的人，我都没挨过他，谁还敢打他的主意？哎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我请你们涮羊肉，也算是给小青接风了啊。谢谢四叔。哎，大眼儿，我不能再闷头跟你们干活了，我得打点他们去。打点啥？哎呀，你没看出来啊？阎王好办，小鬼难缠。哦哦，老板你放心，活交给我，你放心打点去。老板，你看，老四，你订我们烧的啊？没有。赵工，欢迎指导啊！赵工，欢迎指导。啊，好笑好笑。那什么，晚上吃点饭。好。哎呀！老四，这就对了啊！这钱算什么？这钱啊，就是咱哥俩。比肩那么一勾的手啊！是，我看出来了，老四啊厚道。嗯，咱哥俩以后
就给你打工了。周公，你这是逗我呢？我哪敢呢？今天周公和赵公给足我老四面子了，啥也不说了，来，咱哥仨把这勒了，勒一块。哎，干！跟我哥俩混，亏不了你。哎，走，咱们唱歌去。唱，唱歌去。就是，要玩一玩美了一条龙，唱歌去，唱歌去。老板，啥酒给喝成这样了？反正1000块一瓶。哎呀，啥酒？顾景公。那可是八大名酒啊。哎呀，咱农民就是不行，没那肚量。哎呀，白瞎那好酒了。那可不，少喝点还听自己使唤，这要喝多啊，就得听酒使唤了。昨天造了多少啊？哎呀，3000。这么多，在我们老家那儿都能活半年了。哎呀，这败家玩意儿，这败家玩意儿。哎呀，算了算了。警局来了。兄弟们出来打工可不能把命卖了，磨练不误割脉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给你干活就是痛快，累死也值啊！啊，这话说的，我杨老四也是跟着兄弟们大伙混饭吃呢。老板，这两货今天晚上还想造啊？啊，大伙喝着啊。赵公，欢迎指导啊！周公，欢迎指导，欢迎指导。哎呀，老四，你这活儿啊，活儿咋了？老四，你真不懂假不懂啊？真不懂，二位多多指点。老四啊，你可真是个实在人呐！你这工程量大了，跟图纸不太一样，要换着别人啊，早哭着喊着要求补签证了。补签证？嗯，不能叫老实人吃亏，得给你啊补点工程量。来。你看这图纸，这里，这里。哎呀，这上面七六八歪的，我也看不明白。我小学4年级毕业。老四，这位开玩笑，小学4年级啊，这不叫毕业，叫失学。啊，对，失学，失学。小周啊，哎，赵师给老四补个单子吧。早办好了。老四啊，来，这里签个字。啊，走了啊！哎哎哎，好，慢走啊！小伙，多给6000多，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。大眼啊，啊，这拎笔杆子的跟拎挖刀的，他就是不一样了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。老板，快领钱去了。昨晚造了3千。今天净赚3千，大眼，啊，这钱谁的？你的呀，还有谁的？他俩刚给你的呀。他俩的钱是哪来的？开发公司的呀。开发公司的钱哪来的？啊，银行贷，银行的钱是哪来的？这年头就讲搂钱，你管他谁的呢？老板，你没事吧？我就是这钱来的有点黑。哎呀，走，老板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都说让孩子学文化长本事，就长这个，这回去咋给娃说嘛？瞅什么呢？钱扎手啊？是有些扎手。
这钱不好拿呀。 哎，老四，钱拿到了吗？哎，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周公、赵公，谢谢你们啊！晚上要没事儿，跟赵公咱三人再弄两杯。啊？晚上？怎么？有事儿？哎，没事儿，我能有啥事儿啊？必须的，一会儿见。 这沙子不管用，这可是河沙。我知道。那还等啥呢？小芳，咱这工地上的砂石、水泥还有钢筋，那都是胡总的兄弟胡老三进的货，咱不能不用啊。那栾老板也没办法。这是栾老板拿工程时候跟胡总说好的，栾老板是一点料都不能进。那要用了这个，工程就不达标了。 这个说事儿，以后咱自己尽量。不可能，人家尽量收多少房就是多少房，每次还不够数，逼着咱只能是偷工减料。我亏不亏心啊？你亏心？我呢？我被人偷工减料，还得拿现钱。胡总现在还拖欠工资，我哪拿那么多钱去垫啊？啊？你们当老板的不能赔钱，我们打工的也不能不挣钱。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狗身上长不出羊毛。 老四，啥意思啊？现如今叫个房子就得上百万，买房人不易啊，还买不了安全保障，反正这沙子绝对不能用。太不像话了！你们看看这沙子能用吗？ 我不能用这种沙子盖房子糊弄人，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两位谁说这沙子能用，谁签字儿。对，谁签字儿，谁说能用，谁签字儿。按理说，你们是负责质量，我只管干活挣钱，可钱这么个挣法也太没良心了。对呀，就是，咱挣钱了，回头楼倒了算谁的？说出去的丢人。丢人是小，出事是大，当闹着玩呢。就是，等等。 三哥，这正浇凉呢，等这沙子细了点，你过来看看行吗？哎，三哥，来不来？来，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就来啊！好啊，你们看着办吧，宋胖子，把着点儿。不换沙不开工。 工钱天算，少一天都不行。哎，少一天都不行。别啊，老七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三哥，哎呀，三哥来了。哎呀，我当多大的事儿，钢筋水泥还能倒了不成？啊，就这么用，别没事找事儿。这沙子不能用，你是建筑方的技术员，你得说话。 小霍总，要是用这个沙子浇凉，安全可保不住啊！哎，小霍总，你看这个沙子，哎呀！哎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今天给我。
你给我滚蛋！从现在起，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。哎，你他妈打人呢？你想找事儿啊？都给我滚蛋！ 喂，王老板，胡老三打我！真倒霉！王老板，他们不换料，我就不开工。啥也别说了。 这沙子说啥也不能用，先停下来吧。先停下来，明白？停下工钱咋算啊？工钱，工钱一分钱不能少。关你们屁事啊！少给我胡咧咧，回工不去，走！去去去去去。 人呢？都哪儿去了？看演出去了。看演出？啊，在哪儿啊？就那边那工地啊。老白也镇不住了。哎哎哎！我进去找个人。 看了晚上更闹心，知道吗？那女的腿那么白，我看你这点出息。老板，走。范老板。 我正要找你呢，你说这工地就这么撂着，甲方能愿意啊？你得防着点。哦，这是我爹，来替孙胖子的。栾大叔啊，没看出来啊？没事。你把老爷子弄这儿干啥？他们总不至于连我爹都打吧？哎，最近工地上丢钢筋，盯着点。招来贼了。 Thank you.
谁？大眼儿。不能闲，闲了就要出事。哎，小王，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那个，闲了就出大事。出事了，四哥，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老田让人给讹上了。讹老田怎么几两银子呀？人是你让俺俩打的，你不拿钱，俺白不平。怎么是我叫人拿的？是阮老板叫咱打的。也不是阮老板，这不接不上电吗？是胡总叫阮。现在电不是来了吗？咋又不开工呢？就是啊。你俩混蛋，原来是替胡总来兴师问罪来了。啊？你俩还真行。哎呀，这可不，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情况？老板，你可得帮帮俺们俩呀！是啊，被打的那户人家说了要整死我们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当初为了拉电打人，现在电来了又不复工，俺们挣不到钱，白叫人当枪使啊！哎，怎么叫白使了？不是俺说好的给你们俩10000了吗？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行了，你个王八蛋！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都给我住手！哎，把人给我带回去！哎，回去！回去了。我们回去，回去。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快点，回去。走走。行啊，你们哥俩啥时候跟胡总穿一条裤子了？老板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自首，还能把你枪毙了？就算是把你枪毙了，也不能让人讹着了。哎，老板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！哎呦，老板，我们是有协议的，打人给10000，责任自负。哎，你责任自负啊！你看我这个协议，定的还行吧？行行行个屁呀！行啊，这法盲，等着蹲监狱吧你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哎呦，哎呀，我怎么办？哎，老四，我当初还说你看走眼了，其实是我有眼无珠啊。他俩的身份证是新展展的，一看就是假的。去，把他俩身份证给我拿来。去啊！哎哎，好。协议都签了，责任自负，闹有个屁用啊！只要复工，那俺们就……替谁说话呢？我在工地混了20多年了，啥滚刀肉我没见过。身份证要是真的，啥都好商量；要不是，蹲监狱的可就不止一个人了。都到这地步了，我跟老板说说，再给你们10000块钱，回家吧。是多是少，说句话呀！回头不要一分钱都拿不着。想要多少？给个数。20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啊？20万？四哥，他们这是想钱想疯了。咱们走，让他们扣去。
给多少钱都抵不上金大玉，这事是没让你们摊上，你还知道啊？老田，你死愣着干啥？去工棚里问问，谁看见那哥俩为啥打人的？看没看见的都给我按个手印。谁愿意撑这个头？这身份证是假的，老四咋就一眼能看出来啊？你是猪啊还猪头啊？没人抻头是吧？没人按手印是吧？你坐牢去！我去，我去，去！我去。事情已经清楚了，大伙儿说怎么办吧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复工就可以了，这要闹起来啊，谁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复工可以，这沙子还用不用？不用还能怎么办呢？这要报了警啊，50万都摆不平了。讹钱害命，预谋杀人。老四，你啥意思？用这种沙子盖楼，楼倒了出了人命，你我可不就是谋杀吗？不用这沙子，50万你出啊？老四说的对，复工可以，沙子必须换。哎，你就不怕那哥俩讹你？讹多少？我认了。老田这边啊。20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一个子儿都不让，这不僵住了啊？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来。哎，你们俩说咋办吧？十多个人都看见是你们去人家偷东西，结果被人发现了，就把人给打伤了。哎，这身份证就不用我说了吧，啊！事情已经很简单了，我不管了，哎，让警察管吧。哎哎哎，老板，老板，行行行，老板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行了行了啊，2万，10万，3万，8万，5万都不许说了，行，给钱。好，签字还，给钱。给钱。给打你家送去，不敢明着送，偷着送也行，不求别的。求个良心清净吧。看看看看啥看？吃饭了，小姐，啊！好，好，兄弟们，开发商同意我们换沙子了。
哎，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啊，老板，我去厕所。厕所在那边呢。啊。四叔，你也来了！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！哎，四叔，没出息的玩意儿！我都把你干死了！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！我还是个男人吗？我？那城里的娘们也是你弄的？什么城里的？都是农村的。农村的，你钱哪来的？我问你钱哪来的？不问你钱哪来的？哪来的钱？我又没偷你的。没偷我的，可以偷栾老板的，是不是？咱挣的栾老板的钱，你再偷他的，吃锅里拉锅里，是咱的本分吗？你，我不想干，你明天就滚，你现在就给我滚。老板，你就让大眼留下吧。乡里乡亲的，好歹原谅他这一回吧。是啊，丢不起这人，我还要脸呢。他不就偷点钢筋玩个女人吗？小芳，当着小青的面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啊！没偷你就不算偷，那下次啥倒霉事摊到你头上，你咋说？不是老板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是，你就给一次机会。是，给一次机会。就给他一次机会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小芳，出去了。我这是害了他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走，开工了，开工了，叫上大眼儿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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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做手术这是规定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们医院就这么救死扶伤的吗？吵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院长，考虑到农民工没有医保，没有医疗卡，已经把保证金降到20000了，他们还……钱对你们来说可能是纸，对我们就是命。没有钱，这啥也不行啊！我教你们瞧不起农民工。这位兄弟，你别激动。谁祖上不是农民出身？谁敢瞧不起农民工？救人要紧，我这就亲自为这位农民兄弟动手术。谢谢大爷，谢谢谢谢。钱来了，钱。
钱来了，钱来了，钱来了！办手续去啊！到底谁办的？我带你去了吧。走，这边，这边，干啥？这边，这边，快快快快快！明天市里安全大检查，你们要认真排查，消灭安全隐患。到时候出了问题，可别怪我们监理公司翻脸没人呐。栾老板，标语已经给弄好了，中午必须挂上去。这是发票。好，各位，蒲总特别重视安全生产，特意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我们工地视察。来，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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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总，来，请，请，请，这是我们食堂的操作间啊，我们对他们要求很高，平时也会来抽查一下。您看我们这个环境还可以吧？好，好，哦，哦，小心啊，拿出点手艺啊，咱们开发公司的胡总来看望大家了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赵工，哎，拿5000块钱奖励食堂。哎，好嘞，我回头就办啊。嗯。胡总啊，咱们去就餐区看一看啊，您多提宝贵意见。走走走，好，哎，这边这边，好好好，请请请，好，哎，走走，哎，这边这边，来来来，啊，好，走。我看是瞎胡扯，揉不进去事儿了，你骗我了，我骗你，大家自己骗自己。做饭的小姑娘挺麻利的啊，总部办公室啊缺一个端茶倒水的。袁老板，哎，总部亏待不了他，怎么不舍得呀？胡总，她是一个乡下女娃，你们再去问问她。啊。赶紧让这姑娘走，不是啥好事。是啊，走了好，一了百了。老四啊，胡总说让小青去总部上班，没问题吧？赵工啊，这是人家小房的对象，我能给人家做主啊？我都跟小房说过了，人家都同意了。哎呀，就这么地吧啊，走了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老四，跟小房说清楚了，让他自己做主吧。张老板，咋了？我咋觉得？这么窝囊啊！你窝囊，我不窝囊。人家二工区也是胡总的工程，用的还是河沙，我不用河沙，让人讹了5万块钱，你说我窝不窝囊？二工区现在还用河沙呀？啊，那这还了得？这次事故啊，我又给了监理2万块钱。几条破标语又拿走1万，都说包工头赚钱，谁知道这些钱都让哪些孙子讹走了？啊！受苦受累，担惊受怕，我装孙子求爷爷，你说咱挣点钱容易吗？我怎么了？我就是心里这个善就倒了。王老板，你等着，这事没完。哎。老四，你想干啥呀？你可不许给我惹祸啊！现在工程最重要，懂不懂？我懂，工程要紧，我懂。哎呀，可这几天我合计来合计去，你说啥最要紧了？啥呀？良心。良心比工程值钱。二工区到现在还用着河沙，说明啥？说明没良心了，没了。老四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佩服你。小鹏，你同意小青去胡总那儿了？啊，同意了。咋了？讨个好工作有啥不好的？你可想好了，那可不是咱农村人享福的地儿。您多心了，小青说她在宾馆干过，啥人没见过。小鹏。有些事儿，我就不相信青天白日的一个大老总能把咱一个乡下丫头咋了。
菜，炖鸡架。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。天短了，以后晚上家长钟点班，可不白加，四个班顶一个工，咋样啊？累，可心里痛快。老四，老七请你喝酒。我还没收工呢，算了。你有钱请赵工，兄弟请你就不去。行，去。您的菜。哎呀，我让那姓白的那两畜生给讹了，我瞎了眼了。老四，还是你眼睛毒啊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怎么样？我就知道四哥他不会善罢甘休。老四，你看我怎么办？我听你的。眼下是弄炸了，工地停工对谁都是麻烦。等完了工拿到工钱，这个忙我帮你。就等着这句话。四哥，兄弟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咱明儿个停工吧。停工？对，停工。为啥呀？要暖暖把家钱。没看到黄瓜都涨到多少钱一斤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俩傻呀！他是老板，是咱的老板，咱吃饭得指望人家呢，给他使绊子，那还有良心没了？你是怕钱扎手吧？钱不扎手也不能不讲究吧？阮老板为了拿到这个工程，整天跟孙子一样屁颠屁颠的，人家也不容易。反正我就拿我该挣的。四哥，眼下木工、钢筋工都要涨。就你这冲苦力的瓦工不涨，你别装的大尾巴狼。老七，你别给我扯这个啊！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挣我的苦力钱。哎，老四，哎，别拦我，别拦，别拦！哎，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坐下。平时觉得四兄弟挺仗义的，没看出你跟钱有仇啊？谁跟钱有仇啊？可钱是烫手的物件，不是自己的不能拿。那要是拿了。跟那两个讹人的畜生差多少啊？哎，你拿我们跟那姓白的哥俩比啊？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我们绝对不能干。你以为你这么干就不伤天害理了？栾老板让咱当工头，让咱挣钱，咱还不知足的话，那真是猪狗不如了。那猪见了主人还灰哼哼的。你要真铁了心不干，我也没招。喝酒。大家出来挣钱都不容易，可那句话说得好，苦挣钱万万年，我就信这个。四哥，我是有难处啊，我不多挣钱我不行啊，我。怎么？家里有啥难处啊？老七，你说。你弟媳妇是个残疾，我挣的钱都给了医院了。眼下你侄子刚考上大学，都得花钱呢。孩子有出息啊。考上大学长学问，这是好事儿啊，这事可不能耽误了。我没用啊，摊上我这么爹，白糟践儿子了。老七养了个好儿子，那就不能装孬。如果钱实在是拿不出来，大伙儿凑。那得担多大的人情啊，还不如叫阮老板给加钱，加钱，加钱。老七和老田和睦好，明儿停工。知道了，老四，兄弟谢谢你。老七，谁呀？梁老板来了。梁老板，老七，你这工太慢了，我又找了个人。这是我老乡，啊！我那边工地也快封顶了，木工活都干完了，人那随时能带过来。这就好，我跟老七商量商量，回头咱再说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
阮老板放心，木工这块我老秦绝对握不了工。是吗？四哥，您说是吗？我老秦啥时候握工过了？哎，老秦不错的，没握工过呀。阮老板，老秦没握过工，你放心吧。没握过工就好。快点，快点，我送什么呢？哎，两位老板，钢筋工和木工的活得快点，我们瓦工都握工了。你这钢筋上不去，我就没法立壳子；我不立壳子，老四就没法干活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出工不出力啊？快点！没看到瓦工已经握工了吗？人家瓦工吃啥呀？隔三差五炖肉皮、炖鸡架、啤酒、白酒的，咱吃啥？哪有力气干活？就是啊，哪有力气干活？暖老板要求15天封顶，要是完不成，您别想领工钱。这活上不去不行啊，老四都得窝工了。你叫老四咋对底下人呢？谁叫你不尿撒？嘀咕什么？快干活！你们快干活呀！一晃，都快中秋了。是啊，人快啊。庄稼销售，动物长肉啊。不是报应。我这就是现实报，可回家怎么办呀？现如今这城里人吃啥都胆突突的，你回去老实种地，就种那绿色蔬菜。那些城里人吃的踏实了，就是贵点也巴不得买。这种地也种不了几天了，现在都城市化了。是啊，这碰着城市化，十一农民一窝蜂都成了城里人了，哼，真够过家家。大叔，哎，按合同，封顶该给钱了，您跟老板说一说。听我儿子说，胡总只给咱们1/3，咋得给1/2啊？要不然我跟兄弟们没法交代。你想想看，胡总不给钱，我儿子拿啥钱给你们呢？这都干了大半年了，你说这咋整啊？这上面不有政策吗？拖欠农民工资可以去投诉他。我说你们去投诉他。这活鱼摔死了吃，终究不是好法子。要不咱们就去开发公司，天天跟着胡总屁股后边要。就是，他不给钱，咱们天天跟着他要，硬来也不是好办法。那胡总还不得跟我儿子上瘾药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我要是能把钱要来，能不能先把咱爸公的钱花了？你小子有啥水平要来钱？小青不是天天给胡总打扫办公室吗？让小青跟胡总说说，兴许能行呢。小芳。听叔一句话，别让小青在那干了，让他回来吧。四叔，放心，小青让我拿下了，他现在是我的人，不会添乱的。反正我把话说糟了，听不听随你。咋了？这还没入冬就让霜打了？你看你的熊样，哎，到底咋回事？跟叔说说。我早就感觉不对劲儿了，我就一直忍着，忍着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说正经的。今晚我想找他说要钱的事儿。嗯。小青不让我去，说怕影响工作。你说这么晚了，他还给谁工作？带他回去，赶紧把婚结了。他说我要逼他，他就跟我吹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是耗子给猫当三陪，是要钱不要命，你就是不听。别愣着了，洗个澡，去他那儿甭回来了。我去干啥？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人了吗？啊。你去跟他那什么，你跟他亲。哎呀。按理说，这都不是当叔的能说出口的。这傻蛋，你这！田静，小房回来没？没见到啊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接电话。哎，老四，蓝老板。
墙坐地，就剩点电工跟瓦工活了。我让一个大工带一个小工，按平米算。哎，这样干活不磨工，老子干活不用人教啊，人又厚道，将来啊肯定是干大事、挣大钱的人。哈哈，蓝老板，你真会夸人。哎，老四，下来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哎，再加把劲儿，提前完工，奖励都归你。我只挣我应得的，我就把拖欠工钱。赶紧扫尾，扒拉走人。明年开火标啊，咱就动工了。有揽新活了？海南椰林工程包工包料，咱这回干的是交钥匙的工程。他感情好啊，不像这儿这么麻烦。谁说不是啊？出力挣钱，图的就是个痛快。哎，见着我爹没有？没有，有两天没见了。老师，哎哎，赵工啊，你马上来一趟胡总办公室。哎，行行行，马上就到。胡总找我说有事儿，估计跟小青有关。坏了，我说这两天没见小芳呢。工地上少人可是大事儿，快去吧。放了，别动，放了我，放开我，别动，放了，赶紧把他给我带走。再不走，我可报警了。咋了，胡总？小李，自己好好看看。小青辞职，白纸黑字自愿走人，他怎么找我要人啊？哎呀，别动，老婆子，你媳妇的红手印都在这儿了，你跟人家胡总要哪门子人呢？自己媳妇丢了自己找去。不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滚！不，你躲了，放开我！你们，滚！放了，走。胡总，把工钱结了吧，都干那么久了。限购令下来了，知道吗？不卖房，我哪来钱给你？啊？走吧，走吧，走走吧。哎哎，那您给想想办法啊！打扰，打扰，打扰了。同志，我爹都失踪三天两夜了。我怀疑是不是让人给绑架了？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接到勒索电话了？啊，那倒没接到。我是建筑公司，我姓栾。没有勒索电话还不能断定是绑架？啊？你说你姓栾？啊，姓栾。栾本正是你什么人啊？我爹啊。他咋了？涉嫌强奸，被拘留了。家属通知书前两天就发了。强奸？不可能啊！我爹60多了。70多还有生孩子的呢，他强奸谁了？马菊花认识吗？马菊花，你等等，我问工地上人，就是往你们工地送防水胶的。送防水胶的？喂，老四，谁让一个叫马菊花的往工地送防水胶了？胡总的兄弟胡老三呗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喂，喂。行，蓝总，我的。喂，胡总，我小栾啊。啊，我爹被拘留了，说是涉嫌强奸。是，我说也不可能。要不您帮忙给问问，只要能把人放出来，您说啥是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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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一早我就去您办公室。哎。栾大爷让那女的叫到宾馆，喝了杯水就晕过去了。醒来一见，那女光了个屁股，张口就要20万。栾大爷不给啊，那女的就报案了。哎呦，栾大爷被黑了！栾老板被黑了。谁黑栾老板干啥呀？你傻呀？栾老板不是不用和尚吗？人家去记仇了。哦，这下倒好，工程款都没要到，还得贴钱。哦，花了钱就捞出来了。那女的说了，给钱就和解撤案。可上面说人都拘了，不能说撤就撤呀。这不是越弄越大，得花多少钱啊？这听说已经花了50万了。你没见着栾老板这几天吗？那人都造得不像样的。一会儿说放人，一会儿又说不放，
越整越麻烦。这咋整啊？啊？咋整？认了呗。啥？认了？不对呀，栾老板，这不是你呀。我是谁呀？我屁都不是，我苦心巴力的，我挣点钱，我还不知道最后放在谁兜里呢。不干了，真不想干了。那不行，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，咱倒驴不倒架子。栾老板，你可得挺住啊。咋的了？跟谁打架了？我跟踪胡总，见着小青了。胡总就反揍了我一顿，才让我见着的。小青把2万块钱彩礼钱给我退回来了，又加5000块钱利息，说是要跟我一刀两断。姓胡的，胡孙。胡总又甩我2万，说是我要再敢出现，就让我消失。回吧，回家吧。你哭啥？就这点出息？啊？那小妖精回来你还敢要啊？我问你敢要吗你？啊？你有那钱回去撒谎，姑娘找不着啊？欺人太甚！哎，田书记，你看我们老板他转，这没门没窗的，老四你骑的是啥呀？啊！孙女，哦，他疯了你也疯了，四哥，你这骑的像什么？棺材！来，妈，你出来！哎，出来！出来呀！出来呀！上来！哎呦，孙女，你来了，来了。他疯了，行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，走，走。四叔，又来要钱呀？啊！哎，这不都干完活了吗？大伙想拿着钱回去过中秋。四叔，你说我要是帮你把瓦工的钱要回来，你咋谢我呀？咋谢？我呢，也不跟你要回扣，以后进钢材，进我的。哟，当老板了，真出息啊！我是瓦工的头，金刚才不归我管。栾老板废了，以后全靠你了。我呢，就看中你了，就当买只绩优股了。啥股？去财会那领钱吧。啊。老板，钱已经拿到。行，得跟栾老板说一声吧，对吧？
栾老板走了吧？中秋节了，谁不回家过节啊？栾大爷还在班房呢，栾老板能一个人回家过中秋啊？哎，小芳，嗯，这么着，你把这钱给大伙分了，啊，赶快到车上去买票，我去找栾老板。行，我们走了，老板。哎，去吧。那我们走了，老板。去吧，去吧。车站人多，小心贼惦着。栾师傅，1206的栾老板，你见面回来没有？谢谢啊。栾老板，栾老板，你得打起精神啊！兄弟们还指望着你吃饭呢。哎呀，以后别跟着我混了，我累了，真的不想干了。走吧。你这是咋的了，栾老板？要么你跟我回家过中秋吧，我给你弄点野味补补。就去投海南椰林的标，姓胡那两个败类，我也不能饶了他们。栾老板，受点委屈得认，不惊不离别叫板。咱平平安安的挣俩钱，不比啥强啊？扇我一巴掌我能忍，可真要挖我的心，我就不能忍了。栾老板，要的就是这话，姓白那兄弟俩第一个不能逍遥法外。我想好了，我去投案。栾老板，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？老四，今后工程上的事儿，你就多操心吧。没问题。哎，走！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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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了！嘿，哎，嘿！上来了，来了！哎哎哎哎哎！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！哎哎！老四，知道姓胡的这些年黑了我多少钱吗？至少上千万。啊，这么多呀？嗯。二工区现在还在用河沙，他贿赂政府官员的事儿。还有前些年他隐瞒工地上死亡的事儿，随便哪件事拎出来，都够他喝一壶的。胡总要出就是大事，不枪毙也得是无期。讹我也就算了，你说我爹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，愣弄成个强奸犯，不出这口气，我还是个人吗？栾老板，你是汉子，跟你混不憋屈。回去我就弄他，多的我也不说了，你嘴上可把门的。哎，咱是干工程的，尺寸上的事儿能把得住。嗯。
海南椰林，12栋楼，60万平米，3个标段同时干，包工包料，这可是个大项目，还包工包料，好啊。一共11家投标，有4家是下起哄的，剩下那6家有5家都找到我了，共同抬标。抬标就是抬价。嗯。谁中了标，按照比例给那5家分点。你答应了？表面上答应了。实际上我的标点最低，我也不想挣大钱，强挣也挣不来。哎，不仅不离就行了。老四啊，我这次要真中了标，利润我跟你对半分。哎，不不不，干工程可没这么一说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挣我该挣的，你就是挣个万万，我也不眼红。不白给你，这次我回去要是没弄过人家，反倒让人弄了。工程上的事儿，可就全靠你了。栾老板，我多问一句，你打算怎么弄他？犯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，划不来的。我要真出了事儿，你就多操心吧。操心是应该的，只是我怕。行了，技术人员都是我的，其他人我也都给你配齐了。只要栾老板放心，分成的事以后再说。就在那跟前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胡总听说，栾老板你想整他。你这话，我不大明白。我今天来代表胡总跟你做笔生意。直说。胡总说这两天就把老爷子捞出来，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。现在他怕了，自己怎么不敢来啊？胡总说怕见了面你太激动，就不亲自来了。栾老板，人家还没说完呢。海南椰林的项目，胡总是志在必得，跟那5家把合同都签了。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。胡总中标后，工程还给你干怎么样？你若是答应了，明天就可以去接老爷子了。他就能确定他能中标？5家保1家还能跑了，加上你栾老板就是6家，给你2个标段，8栋楼，40万平方米。包工包料，不用我垫款。还是老规矩，不要你现在答应，明天我等你回复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。
大局已定，栾老板你答不答应都没关系，只要别亏了自己就行。喂，我答应了。栾老板果然是生意人，爽快。哎，服务员，来，我来。好，您请慢用。咋的了？啊？这不是中了标了吗？咋还犯愁啊？嗯，是不是资金有问题啊？八栋楼，40万平米。好家伙嘞！房地产这个行业，就是四两拨千斤的事儿。哎，干工程呢，只要咱中标，就能够招来材料商。咱只要有租设备、拉围墙的钱就行了。钱算啥呀？这我懂。你不懂，干工程水太深了。咋了你啊？长吁短叹的，啊？有些事儿啊，你不知道最好，知道了反而会有负担。是啊，你去弄胡总，工程我盯着，保证不给你丢人。不给我丢人。我自己才丢人呢。没标。不是我中的。是胡总的。你没中标。那八吨楼40万平米。咋回事啊？假的。八栋楼40万平米。我是把自己卖了换来的。说啥呢你？不能。你喝醉了。是。醉了。我只有喝醉的时候，我才有脸说出来。胡总，不弄了，咱弄不动他。那小芳的亏就这么吃了？爹的亏，你也就这么认了。嗯，行行行行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那二公局从头到尾用河沙这事儿也不提了，是吧？谋杀！谋杀！别说了，你那海南的也不包工包料了，是不是？还由着胡老三供料，是吧？还把那隐患留到海南去，是不是？栾老板呐，
没良心啊！老四，我求你别说。咱庄户人祖祖辈辈信奉的就是吃亏是福，只要能吃饱饭，啊，受了欺负，趁着啊，不金不离的，别叫板，谁要咱没文化没钱呢？是不是？那还不受委屈啊？我一直以为我杨老四是个窝囊废，是个孬种。可你风风光光的大老板，怎么也啊？段老板，咱挣钱是为啥呀？就为吃啊？你说你挣了那么多钱，有啥没吃过呀？你拍你良心问一问自己，啊，一辈子昧着良心去挣钱，就挣个金山银山有啥用？那钱你敢花呀？好几个亿，这够咱全村人吃几辈子了。咱农村人算啥呀？一年到头，从头干到尾，才几千块钱，人和人咋比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古话一点没错。哎，咱们说点眼前的事儿吧。现在这个工钱没接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接。哎，干活不给钱。哎，咱中间咋就不出个英雄替咱打抱不平，主持正义啊？肯定不能啊！英雄都跑到电影和电视剧里去慢点。好嘞，手放好啊。老四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哪能呢，老四，这些日子我想多陪陪我爹，合同签好了，工程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各位领导，各位嘉宾，各位辛勤工作、付出汗水的工人兄弟们，值此江城国际花园整体竣工，
顺利通过验收之际，这下好了，我代表工程验收了，运达向您的工钱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。下面我宣布江城国际花园整体工程验收仪式正式开始。不是不报啊，时机不到。可是这么一来啊，咱们的工钱全下了。不能吧，小三一分钱咱跟他没完。跟谁没完？胡总已经给抓了呀。这不冤有头债有主吗？哎，冤是有头了，再也没主了，嗨！这都好几遍了，什么说法也没有。这可是咱们的血汗钱呐！是啊，就是啊。胡总给抓了，不能把咱们工钱坑没了吧？是啊，兄弟们，这事不能那么拖着，咱找政府去。给我站住！咋了？四哥，你不要工资啊？我为啥不要？我跟钱有仇。老四，你有什么主意就说。现在大伙儿都窝着火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出来打工挣钱图什么呀？图的就是养家糊口，过上好日子，是不是？四哥想说啥就说，别绕弯弯。要养家糊口，要过上好日子，靠啥？就靠咱辛辛苦苦劳动，实实在在做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咱劳动了，咱做人了。可有些人不是人啊，欠着咱的工钱，那咱就认了啊！不是人的人已经进班房了，这说明啥？说明人间自有公道，说明咱们国家还是好人当家做主。对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也不是三两天就能把事儿办好的，总得给人时间。四哥，你也是个精明人啊，这会儿咋就那么相信别人呢？啥别人？是政府，咱做老百姓的。要是连政府都不相信了，还能信谁？杨老四同志说得好啊，民工兄弟们，工资的事儿让大家久等了，在这里我给大家说声对不起了。对不起。各位，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股东会新选出的法人代表马总，马总来这儿呢是特意给大家发工资的。民工兄弟，胡作良被依法逮捕后，市领导非常关注大家的劳动所得问题，责成我们劳动监察部门一定把大家的工资问题解决好。在市领导和劳动监察部门的安排监督下，公司已昨天紧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，选举我临时代理总经理职务。今天是我上任的第一天，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大家发工资。民工兄弟们，一个企业的发展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像胡总这样的害群之马，不能也不应该让你们的汗水白流。城市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兄弟们，企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你们的奉献。说得好！我尤其感动的是农民兄弟的良心和正义。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够顺利的侦破，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位挺身而出，勇敢的实名举报，这才是胡作良兄弟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。在这里，我代表开发公司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股东和职工，向你们表示
感谢了。下一步就去海南了，在马总的带领下，我们的管理可能更严了，弟兄们多担待啊。严不怕，就怕使绊子。等这儿的工程一交接，咱们马上南下，下海南。海南，碧海蓝天，椰风树影。行啊，老四当大老板了，那咱们今后就靠你了。跟着你了。我也是帮栾老板操点心。先说规矩，对老板要恭敬，开工就干活，受气都得忍。那得看受啥欺负了。没事咱不惹事儿，有事咱不怕事儿，咱挣下钱回去盖个小洋楼没问题。